秀起来。哦，好气哦。哦，强强强强强。臭臭，大臭臭。臭臭。想大便。还是小了。真的，我真的觉得能够一个人去基地的人真的是勇者，那扛一堆东西，然后还没有人可以帮你。我看一下，好像可以，可以，哎。铁板好像会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早餐时间，七点多了，来开箱了。今天的食物有，有了有了，轻便雨衣下面有一个自然的盐饼干。好，这是我们的早餐的。还有离子可能怕累，所以他又买了一个。买对，还有杯蛮牛。对，然后我们就来吃早餐了。先等大家种，看大家的钓况啊。目前全场还没有人中鱼，我们就。吃饼干，他什么都可以拿的，他白薯啊，叫白毛是把这种小白菜啦，小白菜，对，小白菜，就对，然后那个是紫菜，现在因为快季节快过，这大叶青，那大叶青我们都是拿来当 A 伞，就是随地拔了就往前丢，哦，像这个都大叶青是不是？对，主要这个都是大叶青。然后你说那个这是白菜，小白菜，这是一片一片那个小白菜。一般他们都是用鹿角菜跟角白菜的钓。然后这个是什么？紫菜。紫菜。对。紫菜也是钓什么？紫菜、黑毛他们都会吃啊。我都会吃。对啊，因为毕竟他们是主要还是以东北季风下来这些藻类为主食的。对，因为浪拍嘛，那它会钓到海里面。如果我今天用饵的话，我是用哪一个？如果你针对是白毛的话，一般我们都是用小白。对，那尽量不要挑点太大块或者是太老的。哪一种的？你一般就挑这种大小的菜，中指这种。我自己在钓是这样挑啦，不要挑太小块，因为你不好勾。我们是叠两块之后塞到钩腹。哦。然后压着，转。然后这边，哦，然后往上推，对，稍微这样，对，它在水里面你要刀，那它会像是被浪冲打之后掉下去，像是开花那样，对，那它们大部分白毛是吃这种状况，所以你钓得很飘哎，对啊，基本上它们是钓飘的，主要还是以长飘为主啦，那只是今天我用阿波来测试。哦，对，玩看看这样，所以你就不用再准备什么 ASA 就基本上就地取材了，只要干卷线，对，那万一肚子饿怎么办？啊，肚子饿啊，就是拔起来吃的话，紫菜也可以吃的，紫菜是可以吃的，对，紫菜我们可以吃，紫菜是可以吃的，李子，好吃啊，对耶，好，我扒给你吃看看，这是煮汤的那个紫菜啊，类似的，不要吃。咸咸的，咸咸的，那好吃哎，真的假的？是好吃的，有点脆脆的，秀起来！哦，好气哦！哦，虾米，臭臭，大臭臭！哇，鸡舞。哇，大臭臭哦，臭臭大臭臭哦，好大哦，小心哎，大的哎，耶，不要刺我就好，变更目标了，目标一下是臭肚了，本来目标本来想说能够抓个毛之类的，果然是个梦啊，哦，
哦哦哦哦哦，虾米？哦，利仔，像是利仔，小利仔可以了啦，小利仔，来吧。啊！哇，今天这个毛毛跟我们以往认识的毛毛不太一样啊。放生了。我哦，我是毛的弟弟，不要说完弟弟。今天他是阿毛的弟弟。这能播吗？出运了。哇！毛哦哦，要飞了。金毛哦。臭臭表演手捉臭肚小心就是抓住他的腮哇、哦、强强强强强试一下好有练过有练过是的这集观看数就爆了好好试一下我们是专业的不能这样爸爸了爸了该来咯宝贝宝贝该来咯勇敢的吃起来不要这么小心大口吞就对了，宝贝，再主动一点。嗯哼，臭臭，大臭臭，咻，得得得得得，臭臭，呵呵。耶、yeah, ，漂亮的臭肚，这只大概三指到四指宽。继续上攻，继续上攻。钓很深吗？对吧？钓超浅的，这样而已啊，这样而已。好，我们现在换点了，这是最后的挣扎。一群人会来这边做最后的挣扎，看能不能最后再拼几只鱼。打菜打起来，打一波。比较快啊，打菜要用的比较快。哦，哦呦，有啊，有。哇，那我要锁紧。今天差不多到这边的寒冷点，钓不到毛毛，但至少钓到一只大臭肚啦。来到一个新的野场，体验了第一次野场基钓，蛮有趣的。然后龙眼那边有起一只，好像是烟仔。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拜拜。有了有了，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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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哦，谢谢。